大家好，我是董宇川，基本八字90秒。学八字呢，刚开始从一张纸到一本书，再到一本厚厚的书，到最后呢还是回归到那一张纸，所以最基本的就是最好的。今天来批一个八字，女事主，她说她最近呢动不动呢想死，非常绝望迷茫，而且呢怀疑自己有忧郁症了，但是呢她又没有去看医生，而且呢他在家里也觉得他不受宠，没有人关心他。我们来看看他的八字的组合是什么。今年他的八字呢，壬寅年呢是丙辛合，直接一看就知道壬水克丁火，日天干的日主受克，所以当天干日主受克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东西呢都会不好，财不好，运不好，家庭不好，什么都不会好，所以他才会有这一种感觉。那么呢明年他会怎样呢？明年的时候呢，丙辛合乙木己土克癸水，这个时候呢他呢天干日主受克，已经脱困，那么地支呢就是金生水生木生火生土，一连相生，那么明年呢他就会完全脱困，并且没有问题了。好，今天这个基本八字90秒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